今天是我们第一天来泰国自由行，现在在曼谷的市区，然后我们现在晚上5点多来一个彩虹饭店，我们现在在81层楼，我们要吃 buffet， 然后我们是坐室外的，哇，那个景真是美爆了，然后还有对面你看夕阳，看我后面。看我后面的夕阳超美的，81层楼，你看这室外只有几个位置而已，因为室外比室内贵，室外多少？1800一个人，对，所以你看只有这么大，然后 view 真的好美，棒。我们是特地逛街逛到一半，赶快加紧赶快来跑，我们可以吃到晚上10点，然后吃完呢，我们还可以去84层楼去看 view， 然后7778也可以看 view， 可是因为80几，反正比7778高，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去84层楼，那个是旋转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这样 first。